咱们起来了啊！昨天吧，睡的是我出来是最香最香的一晚上，因为整宿都睡着了。别看路上有大车的轰鸣声，但是真心感谢张哥啊！张哥昨天晚上开了40多分钟的车的路程，你带着他自己家杀的羊肉啊，现杀的羊肉，我们从那涮的羊肉，跟李哥一起吃的，万分的感动啊！后来等到谁，他又就是吃完饭他就走了。等到今天不走了，为什么不走呢？然后今天有中雨，外面现在下着雨。等到李哥他们那间屋子里面有住的地方，但是我尽量不打扰别人。咱们出来，咱们就不打扰别人。既然下雨不走了，然后咱们去他那能洗洗澡，还能洗衣服，挺好啊。今天休息一天。这是2个太阳能板，这前两天发回来这个帐篷还没用啊。这是昨天张哥给我带过来的，能充电、能使太阳能充电的，能听一些个音乐了，还有一些评书的。昨天知道没水，我带过一件水来，看看咱住这地方漂亮不？这是下雨，它也淋不到咱们，开始下上了啊。所以今天咱不走了，因为今天有中雨。不走完之后呢，咱们一会儿上院内上哪？上那个李哥还能洗个澡，洗洗衣服。这个地方还漂亮吗？哦，是吧？挺好的。哎，早嘞，休息一天。既然邀请咱们去了，咱们也不做别的，咱把手机充上电，然后去，把衣服洗洗，洗洗澡，然后明天再出发。今天下午有中雨啊，咱们就从这讲究一天，看看漂亮吗？看看李哥在不啊？洗个澡，洗洗衣服。哇，今天这乌漆昭昭，正好把衣服洗一下。你说我连洗衣粉都没有，那李哥去给买洗衣粉去了。哎呀，多不好意思啊！那先洗澡吧，把手机充电。手机先充满电，先洗澡，一会儿回来再洗衣服。精神了吧？其实我昨天在河里也洗了，但是河里那个水呀，凉的，怎么着也不行。这是刚才从这小水特别热乎，洗完之后全身舒服啊。把衣服也洗完了啊，衣服也洗完，咱们晾上的，晾上的呢，咱们这现在干啥去呢？刚才我跟那个谁，李哥也说了，还有那个师傅也说了。不让他们做饭了啊，不让他做饭。然后我昨天不上那个饭店不要水去了吗？要水去，然后他能炒菜，咱带回2个菜来，咱别影响人家。咱们吃完之后，因为今那个衣服干不了，二是外面看着下着雨啊，始终在下着雨。咱们今天不走了，行吧？这是怎么着都有点表示啊。昨天晚上人谁那个张哥是吧，请吃饭，今天咱们表示表示啊。张哥过不来，然后咱们跟李哥他喝点。在饭店要上几个菜拿回去吃啊，要不叫李哥他来，他肯定不来。点完了之后直接咱拿回去吧，菜还不贵，点下去。这真感谢。忘了，看这，但是下雨啊，一会儿有中雨到大雨。今天不走了，因为刚洗的衣服，点了几个菜，简单的菜啊，咱也没有那么大的实力。哎呀，这又洗澡又洗衣服，是什么的？安排的挺好的，昨天晚上人叫的，实在是感动。这真漂亮，这个地方，每个村子都建设都一样，现在特别好。这雨下的不算太大啊，刚吃完饭，哎呀，真的吃的很饱，把衣服也洗了晾上了。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来了，你看那个水呀，越来越离我帐篷太近了。这个后面也在往这边来水，我这个帐篷在这块儿很危险，把我帐篷打在这个水又过来了，我感觉避免不了了吧？这个帐篷一会儿下大雨肯定是避免不了了，我现在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个塑料布全给它拆开，是吧？让水从塑料布底下过去就好了，不错的选择。再看看，漂亮不？太美了。